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对话大咖栏目，我是主持人雅士展览公司刘丽。本期云访谈的主题是激光智能制造如何赋能家居产业转型升级。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大族月明激光集团韩斌总监。 韩总您好。哎，刘总您好。在国家碳中和发展背景下，智能制造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途径之一。近年来呢，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居制造企业越来越多的选用激光加工技术。请您谈谈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激光切割技术助力传统家居产业转型升级？另外，月明是如何为家具生产注入新的活力的？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激光自发明问世以来呢，被广泛的应用于我们身边的这个各个行业，已经成为解决众多产业啊应用的主要工具。那么拿我们家居行业的典型性来讲，传统方式呢，我们往往面临着工序复杂，导致呢效率不高，人工依赖度高，以及呢生产过程中污染大，能耗高等等问题。那么同时小批量多样式的定制需求呢，也给我们家居企业生产带来了重重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呢，其实激光加工的优势呢，就很好的解决了家居企业面临以上的问题。月明作为资深的激光装备制造企业，从企业创始之初便开设了专门应用于该领域的激光产品。那么迄今为止呢，集团应用于家居领域的激光产品呢，也实现了家居类型的全方位的覆盖。同时对激光下料、激光打标、激光焊接、激光雕刻等等实现手段建立了专家数据库，减少了企业在使用过程中的适应，并伴随呢家居产业的高端化、定制化进程不断演进，公司的产品和技术也相应的不断的更新迭代，与家居行业的企业共同努力，形成工厂的整套解决方案，也为家居行业发展呢注入了崭新的活力。你刚才提到这个激光加工技术在家居生产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也知道匠心智能、高度智能化呢是月明激光的亮眼标签之一，请您谈谈月明激光呢有哪些科技范儿的产品和应用，优势都有哪些呢？那众所周知呢，降本增效、提升产品质量对于制造业企业呢至关重要，尤其是这次的疫情之后，通过革新生产制造手段来降本增润呢，已经成为我们许多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了。那么为此呢，我们月明集团近阶段呢，同家具行业的企业共同调研，并推出了一款双工位光纤激光切管机。那么从配置、工艺、外观以及稳定性的多个维度呢，我们同时发力，有针对性的为家具行业呢企业赋能。月明的双工位激光切管机呢，我们大胆地推翻了市场上固有的这种单工位设计，实现了双头同时不同品的加工。那么一机双效，我们只占一台机器的占地，那降低了购机的成本的同时呢，也带来的是效率啊、精度以及品质的大幅度提升，广泛适用于家居行业的众多领域。那么该机型上市以来呢，已经有来自全国范围内的很多优质的家居行业的客户购买了我们的设备，并给予了一定的好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车间呢，也一排排的在装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非常欢迎更多的家居行业企业呢，能多提的宝贵意见。对我们形成更能适应客户需求的迭代产品呢，也给予帮助。未来呢，智能制造技术的这个融合创新会越来越多，月明激光在这方面有哪些策略？其实现在呢，大家都在提倡智能制造这个概念。那么对于生产性的企业来讲呢，怎么能够更多的利用先进的设备呢，更新现有的工艺，实现车间的人工节省、效率提升，甚至做到全流程的设备连线以及物流仓储的流转，这些需求的企业间融合呢，也将是制造类企业发展值得关注的方向。这就需要设备厂家呢，不但要具备设备生产的实力，也要尽量实现全流程的自有化提升，同时也要走到目标客户的企业中去，我们共同探讨，共同进步。月明激光集团作为一家一直从事激光全系列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呢，那么我们一直是坚持匠心的。月明坚持每年以不低于销售收入10%经费投入到产品的研发中去。那我们公司在东莞的松山湖以及上海等地都建有这个激光应用技术的研发中心。那么截止目前，公司已经获得了国家各类的发明专利呢奖项有300余项，
在许多关键的核心领域呢，我们也取得了不断的突破和创新，并加速了各项研发成果在激光设备上面的转化，更好地满足了激光加工市场的智能制造需求。我们最后还想再问一下，您认为未来家居制造产业的发展趋势怎么样？激光加工将在哪些方面为家居产业实现更大的赋能？还有啊，就是今年咱们的国际木工展，月明激光将展出哪些新设备和新技术？您对今年的展会有什么期待？您回答一下，谢谢。那么其实现在由于这个国民消费观念的这个不断转变呢，以及大家居时代的到来，生产制造过程中的高度智能化、集成化、去人工化将是我们家居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了。那么进而带动整个家居产业链将进入新一轮更加激烈的优胜劣汰。未来其实月明激光集团呢，将依托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实力，我们继续深入到家居行业之中去挖掘需求，那么与企业呢共同探讨，发挥月明激光集团激光产品配套齐全、产品品类丰富、产品线覆盖广等等优势，那么为家居制造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这种整套激光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呢更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激光应用服务，那么与家居行业呢共同发展。其实本次我们在 WMF 2022这个展会嘛，我们也展出了我们针对于家居行业特殊展出的这款双工位的光纤激光切管机，它也是代表了我们对于家居行业的一款新设备、新技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那么最后呢，其实也想再次感谢我们 WMF 2022呢对月明以及所有我们相关企业的支持。未来呢，希望你们能够更多的呢建立企业与行业、厂家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共同努力呢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也希望月明集团本次的参展及设备能够为 WMF 2022呢增光添彩。谢谢韩总的精彩介绍，我们也非常期待月明激光的新设备能够为 WMF 2022国际木工展增光添彩。好的，今天我们的对话大咖访谈到此结束。9月5号到8号在上海虹桥再见。